小妖，你要记住，光靠天赋是不够的，你要努力学习，考上九大灵校，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炼气师啊！老爹，我记住了，我一直是在努力，我就是好想你啊！孩子，拿着这个，现在。 这个世界属于我。我的记忆，你的精神世界正在膨胀。我吸取，我千年的记忆正在占据你的脑海。当这个过程结束后，你将彻底忘记自己。 身体已被我的精神彻底占据，现在好好去体验我辉煌的一生吧！哈哈哈哈哈！ 我们百炼宗是洪荒世界中最强的炼气门派，即使你们这些低级杂役，也要豁出命去练。首先要练好我们百炼宗的基本功法，疾风乱锤法和鲸吞大法，都给我听好了，每天都要挥舞铁锤10000下，吃掉10桶臭鱼。你，欧夜明。 什么呆？我不是欧夜明。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快给我吃下去！不是欧夜明，你就是吃下去！挣扎吧，你逃不掉的。我是欧夜明，我是欧夜明，我是欧夜明，吃！